Kasih sama saya. Apa yang terjadi? Hah? Persetan, bukan urusan lo. Hey, tolong ah. Ini saya punya wah. Ambil. Ini terakhir kali gua tanyakan. Di mana? Hey, tolong ah. Yongchang? Marissa? Cameron? Well done. I think your mom would be happy. Kim? Kim Tan. Parker，他有七科不及格，整间学校他的分数最低，我们可以出去谈吗？校长认为他会拉低学校的分数，欧水准考试，校长要求全校及格。 你看， 他整天都坐在那边发呆。下个星期还有一次测验，最后机会了。如果他不及格，我也没办法。Here comes the loner. I heard she failed 7 out of 8 subjects. 听说他的妈妈得癌症死翘翘了，爸爸也跑去印尼了。他原来是孤儿。 我给你们介绍，这是娜，我妈，我女儿 Kim。吃饭了。吃饭。妈，娜煮的菜很好吃的。
医生叫我不要吃虾，胆固醇高。哦，那试试看这个吧，是传统印尼菜ayam penyet，很好吃的。我不吃辣。怎么印尼人也会说华语啊？他妈是华人，爸是印尼人。那他今晚住哪里啊？住这里啊。住在你房间？他是客人，你不可能叫他睡客厅吧？我当然不是让他睡客厅，我是说饭店。吃了再说。看来啊，不只是我不喜欢他住在这里。我去住饭店。那。那。这里的小孩真幸福，我们家乡的孩子都只能玩泥沙。你才刚回来就想念印尼了，嗯？我在这里这么受欢迎，怎么会想家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简单的快乐的两个人在一起呢？你知道吗？我这两年都没好好的陪我妈跟 Kim， Kim 把我当成陌生人一样了。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做一个好儿子、好爸爸，当然还有好丈夫。等我把公司的股份卖了以后呢，我就买一间新的房子，我们这日子就更好点，好不好？麻烦把他带走吧。你们别吓着，你不用担心的。只要有我在，我永远都会保护你。嗯。原来你这么肉麻。我们回家好不好？
这个多少钱？哎，你不是本地人啊？你从哪里来？印尼。你的十二个 man 对你好吗？很可惜嘞，你这么漂亮，为什么来这里当女佣？这个三 day， 你 off day， 我带你去神州沙好吗？哎，那边很好玩的。哎，你给我你电话好吗？哎，哎，哎，送。来吃早餐。我知道了。哎，等一下，早餐很重要的，要吃，懂吗？不用了，谢谢。的借口哎，真的，我有点发烧。发烧，好啊，那你就在池里面多泡一下喽。我真的不行。五圈。你做什么？他是真的病了。你是谁？医生啊？帮他用。你以为你是谁？不要以为你是孤儿就会有特权。哎，听，是 Troy， 他在看你。Do you know he's Teenage Magazine's Hunk of the Year? Are you serious? OMG！ 你们。可以哭一点吗？老林，老林，我说我一直打你手机。哦，你打我手机啊？啊，这个新手机我不太习惯用，科技我根本就不懂。哎，那阿爸干嘛？我发现长点了。你有没有点时间呢？我想跟你谈谈。哎，今天不行啊，我就要去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啊。老林，你之前答应过收购我公司的股份吧？现在已经超过三个多月了，我真的希望你。哎，公，这样关老蒋，不太理想啊。哎，等一下，等一下，哎，我今天不方便，我们约个时间吃饭啊。哎，那你一起来啊、哦，老林啊，我们再约啊。老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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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林。
我了，你。什么事情啊？刚才我听到。阿妈，不是叫你先敲门再进来吗？有啊，你没听到？你没有看到我的眼镜？喏，嗯，在你的头上。哦，这就是老人痴呆吧？这些东西是不是该丢了？这个是妈在我十岁的生日时候送给我的。这你收好。做什么？他会保佑你。为什么要保佑我？你不觉得你爸爸回来之后这件物质怪怪的？你也觉得妈的灵魂回来了？别胡思乱想啦，这个你收好来，说不定他会保佑你明天的测验顺顺利利的啊。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有人在监视你？你是不是经常感觉毛骨悚然？如果是，可能你死去亲人的鬼魂正尝试和你沟通。今天，我就跟你分享一个秘密：如何通灵。首先，把窗口关紧，连风也不能透进来。然后，点四根蜡烛，接着，把你的血滴在一个小碟子里，摆在四根蜡烛的中央。最后一个步骤，就在午夜十二点，对着镜子，念出死去亲人的名字。
念三次，你的亲人就会出现在镜子里头。陈爱玲，陈爱玲，陈爱玲。车，早点睡，明天还有测验，一定要及格哦。哦。给大家都游得不错 ，Kim， 你今天的表现很好，游得比队长还快 ，Very good。来，大家给他鼓励的掌声。OK， 别忘了把家长签好的 swimming consent form 交还给我。OK，Tiffany， 带他们去 swim down。是教练。我要再比一次。孤儿没有家长签名啊！道歉，你管我？如果我赢了，就在大家的面前给我道歉。还有，不准再叫我孤儿。如果你输了，我要你游一圈，裸泳。Thank you.
脚抽筋。喂，刚才说好的，说了要说对不起。对不起。是您吗？妈，你在这个房间吗？
你做噩梦了是不是？我肯定，它会动，那个东西它会动的。自从你带那个女人到我们家之后，什么事都不对劲。我肯定是阿玲，她不高兴。妈，不要乱说话好不好？林Kim也是这么讲的。来，累了，来，睡觉。你妈妈怎么了？刚睡着了，她还是觉得这个家很不干净。你觉得呢？我们之前不说过的吗？要搬去一间更大间的房子，可是老林不接我电话，人也不知道去哪里，真的是很烦。有时候我真的很希望他能够完全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就算了。真希望我能帮到你。你要帮我啊？嗯。喂我吃一块那糕点就帮到我93分，太厉害了！更厉害的是，他的答案跟坐在他旁边的同学是一模一样的。你是说我说你作弊？我没有那么说。你有吗？俊啊，嗯，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玉坠？你常戴那个？嗯，我不记得我有把它脱下来。你房间找过了没有？都找过了。你放心啦，会找到的。俊啊，嗯，我知道你不喜欢听，可是自从那来了我们家之后，很多东西就不见，又有很多奇怪的事。妈，那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你了解他多少？至少知道不会偷东西啊。好了，你也累了，早点休息，等一下我帮你找好不好？Cheers。 我不会喝酒。你可以买下君的股份吗？可以，可是我不想。为什么？这些年他帮了你多少？帮我？没有我他会成功吗？现在公司扩充了这么大，他就想离开。梦想。可是，你答应过的。答应过又怎样？如果你可以给我一点甜头，什么都可以。给你最后机会，你是帮还是不帮他？给我机会。你要我买他的股份，除非
我死了。对不起，浪费你的时间。你别给我低笑，我了解你这种女人。你要什么？我要的，你给不了。我to school, we cannot ponteng what to do. Teacher treat me like swaku, but let me tell you what's freaking cool. There's somebody in this group, he's thinking of Chobu. Yes, Troy, I'm talking to you. Hey bro, I know you're horny, but we know who is she.你知道 Kim 的爸爸刚跟一位印尼女佣结婚呢，真会省钱哦。一点都不好笑啊。喂，你们知道他们说如果狗叫成这个样子就是看到肮脏的东西啊？真的？对不起，我去买菜，突然觉得有点头晕，还好来得及。你手机没有开？是，不是，是没电。那，我只要你坦白告诉我，坦白就可以了。什么意思？我在你抽屉找到这个东西。你以为是我偷的？我只要知道真相，你老实告诉我就可以了。我没有偷东西。那为什么这东西会在你抽屉里面找到呢？我不知道。我发誓，我真的没有拿。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秘密，好不好？我有了。你有了？是谁？没人啊。
Have you guys heard about the huge tree at the back of the school gate? I heard that there was a sec 4 girl that was found murdered under that tree, and her spirit still lingers and haunts the area. 她死了之后，清洁工人就说，应该把一双红鞋放在她死的那个角落，而且还要这样子的摆，这样她才可以离开阳间。And I actually saw this fetus filled with blood lying on the ground. It was crying so badly, as if it's looking for its mom. It suddenly just turned around and stared at me. Until today, I can never forget that incident. 那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去年有一位女生自杀的事件？对对对，发生在图书馆那个。其实她不是自杀的。等。的故事你们也相信？你不相信，那你敢一个人去吗？说了怎么去？其实我是 librarian。那我有什么好处 ？Troy 会给你一个轻轻的 kiss。French。Hello?
有人吗？那么可怕吗？为什么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我喜欢一个人。你喜欢一个人？我啊。无聊。Kelly， 是你吗？Kelly， 是谁？
是你伤害蒂凡尼的吗？你到底要什么？我求你，我求求你，你走吧，我真的很怕。他伤害了蒂芬妮，现在他来找我。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阿玲，起码还小不懂事，你就不要怪他了。我们现在阴阳相隔，真的希望你能安息。大龙，将来能干过康妮来给喂啊，我是什么？好好，谢谢你，谢谢。什么事啊？老林他死了。怎么会这样？他们说是意外。风水用的。各位女士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新家，请跟我来。哇，现在弄得这么美啊！喜欢吗？很喜欢。跟我来。真的太漂亮了。我就是要给儿子最好的。你怎么知道是儿子？直觉，直觉告诉我是一个男的。真的很替你开心，现在什么事都顺利了，这间屋子，你新的生意。只是什么事？你觉得这一切是应得的吗？你在说林的事？
说是意外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很内疚啊。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我希望他能够在这世界上完全消失。总之，我觉得好像是我在诅咒他一样。啊！怎么了？他刚踢了我一下。哎呀 ，baby baby， 不要欺负妈咪，懂不懂啊？他真的有踢你。小心烫啊！来了来了，帮你，你去坐，你去坐，你去坐，去。怎么样啊？我的烧烤还不错吧？啊，不错不错。真的吗？没有看到你吃啊？啊，有。Okay, guys， 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这个机会呢，让大家一起合作。希望这个 project 能够赚大钱，好不好？好。Cheers。Cheers。Cheers。多可爱！他生出来一定跟我一样英俊的，你说是不是？对，他是最美丽的宝宝。你看，这是他的头，他的心跳，他的小手、小脚，很健康。baby 刚踢了我一下，他长大肯定是足球明星。这是宝宝的照片，谢谢你。啊，你看多可爱！手你看很清楚，看到吗？
中风了，身体现在局部瘫痪。会好起来吗？凭着意志力，加上做些物理治疗，我相信会好的。妈，你的余罪在这里啊。其实你带着他很漂亮的。对不起，我辛苦这么多年，就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享福，有好日子过。所以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懂不懂？怎么了？你没事吧？是不是想说什么？都有。Spirit invoked by a witch doctor from a dead human fetus. Kept in a jar or an urn, they need to be fed sweets and biscuits, sometimes blood, to make them more powerful. They behave like children, and owners give them toys to entertain them, may act according to their own will, and steal from others to help their owners. It can protect or harm and even kill. Intensely jealous and extremely dangerous if they get out of control.为什么要这么做？怎么了？是他把阿妈害成这样的。怎么可能呢？他养了多佑，是他用了多佑来害我们。你在说什么东西？什么多佑啊？你没有话要说吗？良心不安啊 ！Kim， 这样没有礼貌的，马上道歉。我知道他把东西放哪里，就在哪里。我要你跟那阿姨道歉。你到底把他说在哪里？马上道歉。你为什么只相信他，不相信我？因为你胡说八道啊！你说里面有偷油在哪里？你说，他一定是藏在别的地方了。够了，不要再说了，好不好？马上道歉。我叫你马上道歉，听着。够了。他说的都是真的。我把他丢掉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嫁给那个男人以后，才发现他是个魔鬼。那几年，他不断地折磨我，虐待我，我都麻木了。
我失去孩子之后，他就开始走好运，他的钱越来越多。可是这些钱对我来说根本没有意思，我的心已经死了。Pergi sana curi uang atau kamu tidak akan dapat makan. Pergi ke rumah tetangga sebelah dan curi uang mereka. Ngerti? Dia bawa saya ke Thailand. Dia bawa saya ke Thailand. Dia bawa saya ke Thailand.比多有偷邻居的东西，还有帮他赌钱、赢钱。不久后就被人发现了。重视我的骨肉，我怎么忍心不要他？这东西杀死老林，我只是想要帮你。这东西把妈吓成这个样子，你完全没有出声，你到底什么人来的？爱你的人，你藏着这个秘密，你还敢说你爱我？你不是答应过我们之间没有秘密的吗？他这几个月都很听话，我真的没有想。Thank you.
Cintaimu seutuhnya untukku, di balik senyummu kau mencuri hatiku. Sayangku terpesona aku olehmu, suatu impian melihat kau tumbuh. Untukmu ku serahkan hidupku, kau bagian dari diriku, hanya satu genggam.